今行くからね。Hello， 大家好，我是汉梦海的老板，这一款苍龙诀。更正一下，苍龙劫，劫难的劫啊。好，伺服器一二三，大概是 MMO 啦，武侠类型的 MMO 吗？到底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今天是11月30日。天将降大任于斯也。于斯人也跟于斯人也哦。我早年学的明明是。本来要玩那个黑色幸运草 N。黑色五叶草啦，黑色五叶草。魔法地之道，我刚以为是开服了，但是看了一下是今天的六点才开服啊，晚上六点开服。还有量子虫洞哎，所以就那一款就没办法玩，晚上我有事了，再看看吧。反正就是隔天半夜晚，隔天发。哇，这个有点这种粗线条的画风，笔触比较粗。来战！御剑。然后问号没有？看起来就三个嘛。这个拿这种弯刀的刺客，然后这个是大刀，呵啊，这个脸跟那个声音好像不太搭。战士，然后我们的御剑，阿姆，所以就变成说赶快找其他游戏来玩，因为我也没有其他备案。然后本来要玩的另外一款，那我感觉是东南亚服啊，以前好像玩过。哇，我们怎么一开始就受伤啊？是穿越是不是？还是男的？声音是男的。你疼疼疼！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我们不是女的吗？怎么声音是男的啊？赶快赶快，我们赶快变身一下。痛苦，本来就是清醒的人才。这个开局蛮好笑的，虽然也是免洗的自动，不疼就怪了。然后是进入副本来打，还可以移动战斗。这边有设定吗？想我们彭家乃是武林世家同门师兄，五虎断门剑世代相传，不是武门断魂刀吗？断门刀吗？江湖可谓威名赫赫，怎么变剑了？敬仰今日上上下下老老少少，近174口死于非命，为什么是我？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我怎么了？不会吧？这是什么神仙操作？这个配音声音就那个口气有点像那个周星驰的御用配音员韦小宝那种声音。让你和少年对战，你已经失手重伤了少年。少年不那位配音员之前也被铁拳了，因为他在那个中国发展嘛，打击贱人打人，然后他的那个长期租的房子啊什么都被他就被赶走了，胸口连整个公司整面临解散，最后吐血。郁郁而终。如果我有罪，法律会惩罚我。为什么是个长辈啊？只是语调有点像，但可能不是的。我练了几十年的童子功，终于有所成效。看来不用多久，我就可以惩恶扬善，独步武林，在江湖上石斑鱼啊！从此，星爷的专属配音石斑鱼。玉佩藏得这么深，都能被你发现，你难道常常偷看我洗澡？我不知道他刚刚说什么，反正就一个男生在那边配音，实在是不想听。
我们先看一下设定。挂机吃药通用，音乐音效江湖公告，好像没有画质欸，因为我觉得模组啦，模组好像有点锯齿。欸，这边怎么感觉一张图片呢？啊！我只需躬身屈腿，此多么熟悉的整道德光，照在了你身上。好，跳跳跳跳跳跳，对决这个幽狐猴。那我就再收拾你一顿。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小子，我变得这么丑，就是拜你所赐。曾经我家道艰难，三餐不三餐不继，女儿还有身孕，这个逻辑怪怪的，都吃不饱饭还生小孩。前往你们彭家挑战，只求碎银几两。加入邪教，哦，堂堂武林世家，哦，卑鄙无耻，不顾冤冤相报何时了？我原谅你，大言不惭。人在江湖飘，岂能不挨刀？所有人都得死！哇，所有人都得死，应该说所有人迟早会死啊！时间到了就走了。好，2.5D，视野不能旋转。哎，怎么突然变女生了？女生的声音呢？我们不是男生吗？他可能觉得武侠游戏嘛，武侠游戏都是男生在玩的，那，啊，你玩女角，你还是男生呢？那群鬼面杀手，如此可教也。三年前，武联盟平息幽冥教祸乱，幽冥教主独孤龙城妻儿遭幽冥教余孽报复身亡，独孤龙城黯然神伤，自丧武功，跳下悬崖。他这个对话也可以向下拉，这样蛮奇怪的。幽狐那竟然没有下一个页，下一页下，因为对话有时候讲着讲着就会翻下一页。谢大家指点，这游戏没有，他怎么设计成这个形态呀，啊？很奇怪啊！联盟和幽冥教。只是立场不同，没有正邪之分，世人无知。哎，对了，彭家神秘人独孤龙城已经死了，他跳他没有死。好吧，国战活动激情对抗开服第五天开启啊，这游戏开服了啦，开服了！今天上午10点正式上线，然后预约20000哦，20000的预约，哇，好保守哦！你受伤了？陆服游戏竟然号称20000的预约，也太少了吧！清酒词话，我愿半生换作浮华，只为遇见你的刹那。青衣女子，别来无恙，小姐姐。我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好，我们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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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干掉什么什么门幽煞门吗？反正它是进入副本类型的战斗啦，不是在地图上开放地图这样打怪。欸，有玩家跑过去了。这个应该是机器人吧？日思君不见君，这些全部都机器人。你的口，你，我觉得是机器人的，就是跟着你一起玩的，有没有很多？非常多，有打开 VIP 的嘞。好，我是江湖恩仇国战真雄这个称号。咻咻咻咻咻咻，开始跑跑跑跑跑！这游戏就是画风比较没那么明晰啊。从别，小姐姐。那个模组比较没那么明晰。有新的功能开启了，
剪辑提升可以大大增强实力。那其他玩法还是蛮明显的，就全自动这样。开始跑跑跑跑跑跑跑，然后他们都是那个随机 ID。陷阱，吓到！现在时间是下午的快一点了哈，没办法。罪过！少林神针。那帮人是群怪物，他们在木屋里面想要对彭家小姐下手。少林神针为什么会在这啊？屋外老屋所说竟然是真的，屋外老人啊，屋外老人不是少林神针吗？好厉害，跟那个火车一样，一个接一个。有必要吗？有必要吗？有必要弄那么多机器人陪我打吗？试炼头，这边有随着等级去开启这些功能，支线跟主线，然后这个特权。我是在 VIP 级啊 ，VIP 零嘛。然后这边免费送啊，就是你要完成任务就可以 VIP 一啊 ，VIP 二啊。获得这个 VIP 经验值，所以刚有的人是 VIP 的嘛 ，VIP 一啊，好，完成，没有完成的，我们现在变成 VIP， 把它再看一下，这种画风是它的线条比较粗，之前忘记这个叫什么画风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词啊来称呼啊？宠物功能开启了，培养宠物能明显提升战斗力。带着你的，就像看别的游戏，他有去说这种画风是什么画风这样。就它的描边是比较粗的，这样一键进化。这个是宠物啦，因为现在 MMO 都要伙伴啊、宠物啊，要去抽卡养成啊。那个血衣，我觉得好赶哦，玩起来怎么那么赶啊？计谋，我现在 VIP 一了 ，OK，VIP 一，然后继续完成任务，激活，药王鼎。然后又继续做任务，就有 VIP 二，这里通关一次技能试炼的副本还没做，因为还没开。这边，那我们继续做主线任务吧。这个血战天下应该是看看吧，我也不知道是哦，灰土吧。然后可以鼓舞一下。推图打 BOSS 吧，我看一下，20秒后，对啊，就是那种在规定的秒数内可以获得 SS， 然后不然就会一直降，然后这边有进度，看起来是七波怪，每波都有十只敌人，有点大声哦，那他音乐比较小声，都是音效，不，咻。哦，每一波是30秒，有给你30秒是不是啊？我刚刚在看网页啊。好，完成 SSS， 那我这些奖励。
幽狐猴为什么变成这样？好，我们虽然是女生，但是我们的配音是男生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可能他就是这样设定啦、啊欸、我们的伙伴是一个蛇女哦、喔，哦，一个蛇女。角色锻造其从，然后没有伙伴嘞、欸，他是其从哦，他算其从哦，其从类。然后这个是其他宠物，幻化培养精灵蛇姬，就这个句词比较明显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改啊。哦，我们的设定，哇，这时装太夸张了吧！直接给你一个狗狗装，好好好好好丑，好丑，应该是直立式的宠物，这个腿也太长了吧！这游戏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那宠物有点丑哎、欸，熊猫时装，你腿短短的比较可爱啊。好，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我是哈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